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是的，欢迎回家，欢迎回到神的殿当中，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个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请听宣召。我祷告承认我的罪，我祷告承认我同胞的罪，为我神的教会向耶和华的神，向我的神，向耶和华我的神恳求。神的使者宣告，你是大蒙眷爱的。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命令就发出，向神的儿女显明异象。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大大刚强。会众同声，你与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刚强起来。我要宣告，我主请说，因为你刚强了我。我们倾听敬拜，我们歌唱敬拜，我们舍己敬拜，为要荣耀你，讨你喜悦。我们是大蒙眷爱，谢谢你的爱，赞美你的爱。阿们，阿们。亲爱的家人们，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的口，我们带着喜乐的心，盼望的心，还有盼望的心，还有愉快的心，我们一起的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他。说
的我们的敬拜，配得一切的歌唱，一切的颂赞。当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张开我们的口来歌唱的时候，上帝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上帝悦纳我们，让我们一起张开我们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要将一切的敬拜荣耀完全归给你，因为父神你爱我们，你使我们今天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这是天父你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有天父你所赐下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满心感恩，求天父也让我们不忘记耶稣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忘记你爱我们何等伟大。天父，我们高唱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内心充满感谢，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将荣耀都完全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
十字架上，厚厚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天父，这是你何等大的恩典，因为十字架我们得着救赎，因为十字架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求天父你继续保守我们，继续看顾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盼望，让我们带着信心坚定的相信，坚定的跟随，永不回头。我们立志要在你的面前一生赞美你，不断的颂赞荣耀完全归给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这样写道：马代人亚哈水乳的儿子大利乌被立为王，统治加勒底国的第一年，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经书上留意到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年岁必满七十年。于是我转向主上帝，进食披麻蒙灰，借祈祷和恳求寻求他。我向耶和华我的上帝祷告认罪。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当他读到耶利米先知所写下上帝的应许圣经的预言的时候，他知道被掳满了七十年以后，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可以回归。可是当他抬头一望他周围的这个世代的时候，他是政治人物，他在宫廷里面做工，他有权力，他接近那时候最核心的当权者，没有任何一点的迹象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可以在七十年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慢慢靠近这第七十年，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当七十年满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可以回归到他们的家园去。但以理那时候陷入非常悲伤的状态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禁食祷告向神认罪。在今年的四月一号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看到新马的关卡经过两年又多几天的关闭过后终于再次开放，透过陆路往返新加坡新山这两个地方的人不再需要隔离，也不再需要检测。哇，你知道以前我们每次从新加坡要回新山的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拿起我们的手机上网去看一下在关卡那边塞车的情况是怎么样。当我们看到哇长长的塞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 破口大骂说这么早就塞车，或者我们就感叹说哎呀今天又不懂几点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但是在3月31号，就在4月1号正式开放这关卡的前一天的晚上，许许多多人也是上网，当大家再一次看到新加坡的关卡那边塞车塞得长长的，许多人分享他们的感受，不是破口大骂，不是感叹，而是感动。真的，如果你不是新山人，你不是新加坡人，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可能看到塞车的时候，竟然是感动，竟然是欢乐，竟然是开心。这世界不理解，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们这时候的感受。当他们听到我们分享看到塞车是感动和快乐的时候，也许他只会送给我们三个字：神经病。那为什么塞车竟然可以变成一份感动？为什么我们看到塞车的时候可以变成一种欢呼呢？各位家人们，各位朋友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回家，因为当我们看到
长长的车龙的时候，就代表着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可以回家了，这是第一个理由。但也不全是因为这个理由，事实上在当天3月31号的晚上，有一群人在靠近关卡的富力广场那边，就遥望着那个新柔第一通道，在看着那里的时候，看着那些人那些车辆回来的时候，他们也很感动，他们也很开心。那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回到家了，为什么这一群人也那么开心也那么感动？因为这就是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期待着新山这一个我们的家能够再次复兴。当我们看到这一刻，我们感受到复兴就在前面，那美好的时光将要重临，这个城市将重新充满拥有活力。大家还记得吗？以前 City Square 城中坊那里的人潮是何等的汹涌，何等多的人，没有一时是没有人的、哦、但是呢，这两年来那里变成一片死寂，店铺倒了一间又一间，整个新山的市中心也变得冷冷清清的。当我们看到关卡重开，当我们看到那些车、那些摩托、那些人又在塞着这样进来出去的时候，就代表着新山这个地方将重新恢复生气，许多的家庭可以重聚，许多的朋友可以见面，许多的人可以做生意，可以再一次看见他的顾客，分散各地的教会小组崇拜聚会，终于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一起的敬拜。这个就是复兴的样子，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欢呼和感动那更内在的那一个理由。刚才我说了，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够体会为什么我们新山人、新加坡人会因为看到塞车、看到这一些人挤在关卡那边，我们欢呼和感动。但是有一种人例外，是的，有一种人他们可以完全的、完美的体会我们的感受。是的，就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我们等了两年，我们终于可以回来，我们终于期待着前面的复兴要重临。但是以色列人在但以理的时代，他们等了70年，到过后来到近代的时候，他们等了几乎2000年，就是来到现代，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许许多多人，我曾经说过，我们听到中东的时候就觉得那是一个混乱、很多冲突、很不安全的地方。但是旧年来到现在这样子的情况，这世界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依然从世界各地回家，回家。许多人不明白，怎么你们要回家？你们在这里可能已经数千年、数百年，为什么你们还要回去？但是他们明白，他们明白，我们现在也可以明白他们的感受。我们渴慕着回家，然后在我们的家园那里经历美好的复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快乐。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整个三月份我们都一直在学习 The Daniel Way。 我们学习但以理他所走的路是一条怎样的路，我们学习他的生活模式，我们看到 The Daniel Way 是一个舍己的道路，我们看到 Daniel 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忠诚、可靠、可以被信任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要问的是，他的舍己，但以理的舍己，但以理的忠诚有什么目的吗？他是为了什么目标在努力？他是为了什么在努力的舍己，在忠诚着？他有一个目标吗？是的，各位家人们， The Daniel Way 这一条道路是有目标的，这一条道路是有方向的。他的目标，但以理的方向，就是他要看到众民回家，然后他要看到他的家园经历那一个复兴。但以理的困境是什么呢？当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9章19节的时候，那里说，主啊，求你垂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应运而行，我的神啊，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求你不要单言，因为你的臣和你的子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但以理问上帝，请问你的计划是什么？
当你问上帝，不是七十年满了就可以回归吗？不是七十年被掳的，我们就可以回到家园经历复兴吗？但是现在好像却没有，这是但以理的困境。他在问 What's next? 下一步是什么？ 我要怎么计划下一步？下一步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做？今天我们虽然比但以理好了很多，我们已经看见曙光。其实大概在一年多前的时候，我就曾经跟一些迁入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分享，我预测大概在2022年下半年的时候，两地的通关就会恢复正常。然后在今年其实一月份开始的时候，在皇后圣光教会，我们就领袖之间就在讨论，当今年下半年开始新马恢复通关的时候，哎，我们要怎么样？当人可以更自由的往返两地，我们教会的崇拜啊、小组各样的架构要怎么样重新去安排？虽然是这样，我们已经有了很多预备，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些看见，大概有一个理解，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挣扎，我们还是有很多计划要做，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当公布四月一号新马关卡重开的时候，已经很多选择在这两年来选择回到马来西亚工作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已经在问了，哎，这样你要不要回去新加坡工作？一些在新加坡已经签下租约安排好住处的，现在也要重新计划着，我还要保留这个地方吗？ 我要变回以前那样每天来回吗？我还要租这个地方吗？甚至连教会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新加坡的聚会点，我们在新加坡 RBC 的聚会点，我们还要保留嘛？我们还要运作它多久？我的关心是，如果本来弟兄姐妹这个周末已经准备回家，但是因为被安排在新加坡的聚会点有服事，变成他不能够回来，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所以说我们就在想着，虽然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和代理都好像经历一个困境，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我要怎样做计划？不单是计划的问题，也是计划是不是能够顺利开展的问题。如果你继续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从二十四节一直到第九章的结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上帝清楚地告诉但以理有计划，哈利路亚，有计划。这个计划叫做七十个七的计划 Plan 77，不是七十七，是七十个七。而这七十个七的计划却不如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正如现在我们来到疫情这个时候，我们的想象是这样的，接着下来就是越来越开放，接着下来我们就与这个病毒共存，病毒越来越不能够威胁我们，疫情越来越不能干扰我们，我们就回复从前，回复一样的生活。但是当我们仔细来看上帝告诉但以理的计划里面的时候，在这七十个七里面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真的是复兴要来临，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要建立，那个复兴的美好的时光要临到。但是在 这整个计划里面，也有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在这一期之内和一期之半却会有破坏，却会有敌人出现，甚至会有倒退，倒退到甚至好像更不好的情况里面去。各位家人们，这也是我们在面对的。我们有计划，我们的预测，但是这个计划，这个预测能够顺利的开展吗？会不会有新的病毒？会不会有新的政策？会不会有新的世界的整个局势？会不会新的通货膨胀？各样的东西，我们能够顺利吗？而且接着下来，当我们研究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看但以理书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第九章。事实上，但以理书第九、第十、第十一可以视为一个整体，它是一整个祷告，一整个寻求，整个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也要进入但以理书第十章。不过但以理书第十章更仔细的讲解，我们会留到下个星期，黄伟伦牧师，马来西亚神学院的讲师，会在我们当中更仔细的帮助我们来认识，来领受
但以理书第十章的信息，但是今天我要讲一点点，稍微触及一些但以理书第十章。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那里说，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星期，美味的食物我没有吃，肉和酒没有入我的口，我也没有用膏油抹身，整整三个星期。今天我要提的一个点，下个星期我相信黄牧师也会再提及，但以理当他祷告开始了解一些计划，也开始明白计划不是那么顺利，计划里面会有变数，会有挑战，但是接着下来呢，发生了什么事？他进入了一个很长的安静期，他继续的进食，他继续的祷告，他继续的寻求，但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各位家人们、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进入这样的困境，不是吗？我们祷告了，我们努力了，但是我和我的伴侣的关系并没有改善，我孩子的关系没有改善，我的事业、我的身体还是不够好，钱还是不够用，我的健康还是没有得到恢复。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在祷告、在努力着、在勇敢地走着我们的计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事情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情况，一切都是那样。你知道有时候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比情况变糟，比情况面对挑战的那个情况更糟糕。 Jamie Ken Rima 是一个传奇，他可以说是今天在企业界、在美容界的一个传奇。怎么说呢？他原本是一个 Danny 就是在美国一个麦当娜的一个连锁店的一个 waitress，一个只是一个服务员。但是后来呢，他成为 L'Oreal，大家应该认识这一个美容品牌。 L'Oreal 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个女性的 CEO。 她从一个脸上长满着红斑，一个很胖比较胖的一个女生，长满红斑的女生，身材并不是漂亮的那一个女生，竟然变成了著名的美容公司、美容品牌的老板。你知道有一次他就打开心，跟大家分享。他在那一次的分享里面，他告诉大家说，你们常常会听到他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他是其中一个传奇嘛。听到他怎样从 waitress 变成 CEO， 听到他怎样经过这一些的故事、这一些的事情。但是呢，他说，今天我要打开心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的故事、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是一个自我怀疑的故事。他说他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从 waitress 变 CEO， 当他在努力去他的事业，当他在努力他人生的梦想、追求计划、目标的时候，当他在寻求他人生的复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自我怀疑的故事，是他不断的在跟自我的怀疑作战。各位家人们，但以理在那个21天，在那个三个星期的安静里面，我相信但以理也受自我怀疑的挑战。他会不会在想着，一边祷告在想着，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那天我的回应不对？还是那天我这样子不对？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我？以前都很快的，哇！尼布甲尼撒王要杀全部的智慧人的时候，哇！祷告，哎，那个答案就出来了，那个神的带领、神的指引就出来了。但为什么这一次静悄悄？哦，那为什么之前神启示给我的计划，为什么神没有进一步的带领？是不是我听错了？是不是只是我的幻想？是不是我追求一个错误的热忱？我是不是一个笨蛋，没有真正了解整个情况？各位家人们，这是但以理所经历的困境，这也是我们都会面对的。 What next?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下一步怎么走？我会遇到什么困难能够顺顺利利发展下去吗？我们很希望顺利，我们很希望我们日子越来越好，但是似乎很肯定的，困难转折会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然后最后我们都会问，真的吗？是这样吗？
我今天所领受的计划，我所想象的，我所努力的，真的是这样吗？但是各位所有在这里，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请你转向你旁边人，跟旁边人说，神爱你，神爱你，我也很爱你们，神很爱你们。神的恩典在那一个时候帮助但以理走出他的困境，神的恩典今天也要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朋友家人，神也要以他极大的恩典带领我们走出我们在这样的困扰困境里面。各位家人们，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神的使者向但以理解释说，但以理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你要留意这信息，明白这意象。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但以理开始恳求的时候，二十三节怎么说？就有命令发出。哇哦，这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如但以理那样开始双膝跪下，当我们开始舍己跪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命令就开始发出，神的命令就开始发出，新的秩序就已经开始了，新的计划就开始上路，开始实践了，万事要开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你，叫爱上帝的我们得着益处。各位家人们，得着益处。当计划不顺利的时候，当好像没有改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各位家人们，神也让但以理一个清晰的信息，今日也要赐给我们。其实不是没有事情发生，是我们看不到。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二和十三节那边说，他就是神的使者又对我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自从你第一天决心要明白这些事，又在你的神面前谦卑自己，你祷告的话已蒙垂听了，我就是因你祷告的话而来的，但波斯国的护卫天使拦阻我二十一天，后来有护卫天使掌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们。神的第一位使者，当但以理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就要来帮助但以理，他就要来启示但以理，带领但以理明白神的计划，开始来告诉但以理，扶持但以理。但是呢，却没有事情发生。在但以理的视角来看，没有事情发生，二十一天过去了，就是那么安静，好像上帝都远离了。但是在他看不到的世界里面，原来这第一位的使者被波斯国的灵界，那抵挡上帝，那要破坏我们丰盛生命的那灵界的恶者恶势力所拦阻，甚至要惊动到米迦勒那一位善战的天使长来加入，在天上有这样的一个大战，在灵界里面有这样的战争。各位，当你看到周围你的计划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当你看到好像又很安静，没有事情发生，我们所期待的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各位家人们，其实神正在为我们作战，神站在将灵界，将人的心，将各样的事情把它归位，把它摆设好，把它们全部放入神美好对你生命的计划里面，要帮助你，要带领你，让那更美的恩典成就在你身上。不单是神这样在灵界为我们作战，事实上神知道任何的计划要实现都需要时间，新山要恢复复兴仍然需要时间，你的家庭要恢复和睦，哪一种幸福可以实现需要时间，王后圣光教会要重新发力，大大的增长，为主得人建立门徒需要时间。而在这个等待这个计划进行的时间里面，我们需要力量，
神也赐给但以理力量。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节那里说，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就是但以理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勉强支持着要站起来。看到吗？一个手按在但以理身上，但以理就得到力量可以站起来。第十八节就说，那位像人的在摸我，是指神的使者，好像人那样。当他摸但以理的时候，使我有力量。十九节说，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大大刚强。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刚强起来。于是我说，我主请说，因为你刚强了我。神的使者的触摸叫我们得着能力，神的话语又继续的能够把这一个那种超自然扶持我们的那种力量化为刚强。意思是他是持续有能力的，他不是一下子的、跳起来然后又倒下去，他是持续的坚强坚韧，可以站立在那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就在里面，我们就在这个困局里面，我们看不清未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计划，我们看到很多的波折、困难、挑战，我们有时候甚至看不到上帝，你在哪里？你的作为在哪里？你怎样改变？你怎样行事？但是虽然就在这艰难的时候，神的恩典是计划需要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面，神愿意给我们每一个人蛮有力量。正如他的使者按在但以理，让但以理坚强起来，然后上帝继续用他的话语使但以理的那一份力量不是短暂的，成为他的刚强，成为他的特质，让他可以持续的走在神的计划里面。今天是的，神也能够帮助我们，神也十分乐意用他的灵触摸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家人们，每一个你们，每一个你们，神愿意触摸你们，给你力量。神愿意你的心打开，你的耳打开，让神的信息和话语完全的进入你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这里都成为刚强的人，有足够的刚强来完成我们生命的计划，有足够的刚强走过不顺利，有足够的刚强走过那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刻。是的，家人们，我挑战这家人用三个期来寻求神的七十个期。让我们以但以理作为我们的榜样。但以理用二十一天舍己的忠诚的来寻求上帝，来寻求这位神，渴慕从他那里得到指引、答案、力量、帮助。上帝就亲自向他显明他计划里面的那七十个期。这七十个期有何等美好的高峰，这七十个期里面也有很不容易、很困难的挑战。但是神要加添力量给但以理，让但以理可以走过这一切。我们回到南才的 Jeremy Lima。 Jeremy Lima 后来他开创了他自己的一个小的公司，卖美容品的公司。他有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就是他的美容品不要用那些最漂亮的模特，那一些是太不现实，那一些是不是真的人。他盼望用一些就像他那样脸上长着红斑、身材不是很好、各个年龄很普通的一些人。他盼望用这一些人成为他们公司的模特，来示范他们的美容产品、他们的化妆品，然后希望可以打开他们的市场，希望可以做成这一些。他感受到这是上帝要他做的，这是他热切想要追求的。可是他一直失败，许许多多的店、许许多多的分销的渠道都拒绝了他，都拒绝了他。他们一天一天的在亏钱，没有生意。他们把他们生意放上网，盼望有订单，没有订单。当他们就是差不多要破产的时候，当他们就是差不多要绝望的时候，他
常常的迫切在上帝面前祷告，他开展他的三个期，他的二十一天。而就在他就要破产的时候，他接到的一个他人生中被他形容为最重要的电话，有一个相当知名的公司要见他们，他们用了他的产品，觉得他的产品很棒，哇，这是一个多么棒的机会。然后呢，他和他的生意的合伙人，他们就去到那里，很开心的在会议。可是会议来到最后的时候，对方仍然给出他一直都听到的答案，那一个不顺利的答案，那一个不想要有的答案， No， 我们不会，我们不会，我们不会帮你卖这个东西，我们最后没有合作。这时候 Jamie Rima 他那时候就他很难过，他知道他又再一次经历失败，他又离整个计划破灭，整个梦想破灭又再靠近了一步。然后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对我们说 no， 你觉得我们产品不错，但是为什么最后你不采用我们的东西。然后对方那一间公司的负责人告诉他说，你想要我跟你讲诚实话吗？当然我愿意，告诉我到底可能我做的不好，还是我们有什么缺点。那个人就说，我们不相信像你这样的容貌和身材的人可以将这些产品卖出去，我不相信你这样的身材，你这样的容貌的人可以将这个产品卖出去。哇，这个是彻底的打击，彻底的失败，最强大的不顺利，最强大的阻碍。但是 Jamie 那个时候他却在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他说我的身材，他说我的容貌没有办法卖出这些产品，但是他说呢，他的手指比向天上，他呢，这位造我的上帝，按着他美好形象造我，赐给我梦想，赐给我计划的那一位，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觉得我不能够卖出去吗？他会觉得我没有资格吗？他说不，我肯定有资格，我肯定做得到。就在那一个这么辛苦的那一个，就在破产的前夕，那一个最后的希望都被否决的时候，在这么困难里面，但是 Jamie 他听见了神的声音，神的使者的话语进入他里面，使他刚强，使他有力量。而接着下来，正如他今天成为传奇，后来他经历了翻转。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继续坚持做下去的话，其实就在多几天而已，他就得到一个机会，后来他就上电视，我们有看过电视那一种卖产品的那一种广告，他得到一个机会，其实就是十分钟，那个电视播到跟他讲说，给你十分钟，如果你能够卖6000套、哦、我们就继续合作下去，如果不能 that's all 就结束了。但结果就在几天以后，他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呢，他也运用他的理念，虽然电视台跟他讲说，你要找漂亮的模特儿，你要怎么样来卖你的这个电视上介绍你的这些美容品化妆品，但他不要，他继续就是用像他那样身材很不好，脸蛋不漂亮，一些很普通各个年龄层不同的人，但是结果他却闯出了他自己的一片天。后来 L'Oreal 收购他们，他也进入 L'Oreal 公司，后来还成为 L'Oreal 的 CEO。 各位家人们，是的，我盼望接着下来所有皇后圣光的朋友弟兄姐妹家人，好不好， Daniel Way 已经开始了差不多20天，再接着下来就还有另外的20天，这二十天就让这二十天，这二十一天成为我们的三个期，我们用这三个期清晰的、清楚的放下的、舍己的、进食的、迫切寻求仰望的，
来寻求神的七十个期，神你对我生命的计划是什么，神你要我怎样回家，神你要我怎样去经历复兴，你叫我怎样在神你的家中，在我的事业，在我的家庭，在我的人际，在我的整个事业学业各方面的追求里面，你的计划是什么，我愿意跟你走，我愿意跟你走，你给我力量，你帮助我度过那看起来很苦闷的日子，你帮助我度过那看起来不顺利的日子，你带领我得胜，我的上帝啊，我愿意寻求你，我的家人们，我的朋友们，你愿不愿意一起来去经历上帝这极大的力量，极大的恩典呢？用三个期来寻求上帝的七十个期，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这位稳固可靠的神。Yeah.
耶稣，你是我一生的主，找到你，我心不再恐惧，触摸你，我必得着医治。这个时候来到敬拜的最高峰，当把我们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我们把我们最宝贵、最重要、最好的十分之一先献给神，不是神，不是因为神他非常需要我们的金钱，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 I am 是谁。那个在我们心里面，那个稳固可靠，我们的 backup 最好的那一位神是谁？我们一起的来，做这个奉献，回应我们的神。朋友。家人们平安，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圣周，我们就预备来迎接今年的受难和复活节期。而今年的受难日和复活节特别的有意义，不单是我们在主里面再一次去纪念，再一次去经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那极大的恩典和能力，更是我们知道现在新马的关卡陆地的恢复通关，然后呢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相聚。所以呢在4月15号的时候，记得8点众圣光教会我们一起齐聚在我们的母会新山圣光堂，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相聚，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受苦。然后再接着下来呢，2天后17号我们就会在皇后圣光我们新山的圣所这边，我们会举行圣洗礼、转会礼、坚信礼和幼洗礼。我们新加坡和新山的弟兄姐妹都会同聚在一个地方来见证、来领受这美好的经历。所以今天呢，虽然是4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并没有举行圣餐，我们将圣餐延到3周，当我们新的一批弟兄姐妹受洗后，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领受，一起来分享。大家也不要忘记，在来临的这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我们就会有这个清明润祭祖的这一个线上华人的民俗的讲座。那我们透过熊豪强牧师给我们的分享和讲解，我们更能够掌握作为华人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在清明、在面对我们的祖先、在孝道这一块上，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去见证我们的信仰和耶稣基督。接着下来大家也不要忘记了，纪念我们在双福的弟兄姐妹，与他们同行，积极的热捐奉献给他们，让他们在完全拥有这个永久会所、还清他们的贷款这件事上，我们与他们同行。
也不要忘记参加 The Daniel Way。 虽然 The Daniel Way 已经经过了一个月，但是还是来得及，你或者你和你的几位属灵伙伴一起报名来参与。好，这个时候家人们，我们就一起来凭信心领受天父上帝那里而来的福气，他愿意赐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他，我们一起领受。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带领指引力量，从天上倾倒在这里的每个生命里面，直到满意，直到无处可容，直到我们的生命化为祝福，不断地向前迈进，祝福我们身旁的人，甚至是祝福我们的敌人，并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单单归给圣父圣子圣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祷告，大家一起说阿们。感谢赞美主，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欢迎回家，欢迎回来，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经历复兴。